现在出去，明天还有大雪呢。明天的大雪是大到中雪吧，比昨天的还大。好，今天给缓一缓，今天没下。我现在是在鹤岗呢，就是那个号称全国房价最低的地级市的鹤岗。我现在我感觉我无处可去了。本来我寻这是一片安静之地，在这待几天，可是今早上我看了一下那个口罩分布图，我们黑龙江现在好像除了大兴安岭，所有的地方这几个市好像都有了吧。七台河、松下山、牡丹江、鹤岗、鸡西、伊春、哈尔滨、齐齐哈尔、绥化、大庆，好像除了大兴安岭地带。我现在好像无处可去了，我现在在鹤岗，鹤岗也有，但是它没有封城。哎呀，你说我去哪儿，去哪儿都过不去了。我现在都不知道咋办了。鹤岗这路走着真累呀，都是坡子路。你看我现在在走平地，实际在上坡呢。现在才几点呢，已经很黑很黑了，牌匾灯全亮，3:49。只是视频里录出来没有那么黑啊，实际你用眼睛看很黑了。这边黑天特别特别的早。鹤岗这是要成为一个旅游城市吗？这边公厕可多了，而且里边都嘎嘎干净。我上个厕所。南方人说你们东北的水龙头不会动吗？这个公厕里边都是取暖的，而且很暖和。这有鸡西刀削面。本来我说我要上鸡西吃刀削面去，可是现在也去不上了。风干肠36.9元一斤。鸡西刀削面特别好吃，我喜欢吃。虽然今天很冷。热情啊！啊，这是步行街啊，是啥地方？新街步行街啊，这是步行街附近。那看看有啥呀？都，步行街里都有什么呀？鹤岗步行街，感觉步行街外边挺热闹的。啊，有点冷了，买杯热奶茶喝吧。这有那什么？头下客合同到期。拿杯热奶茶，太冷了。我最服的就是蜜雪冰城，大到北京、上海，小到偏远山区的小县城、小镇里，全都是一个价。不管房租说1年50万，还是1年5000，卖的都是一个价。我还想吃酸蜜枣糖葫芦，3块钱一串应该。我拿错了，这个不是。这是什么山油豆？你给放里。这个黑的是蜜枣的，那是什么山油豆？我说瞅着怎么那么乌头呢？我爱吃这个羊粉蛋子的。啊？都没开。都没开呀？这都关了呢，这没啥溜达的。后边就关了。你看，很多店都关了。后边又没人了，你咋回事啊？你别开了吗？天冷了。天冷了就关了。那事儿都不出了、哎。有一些热乎的他就开了，不热乎的就不开了。这些都出租了，这几个摊位，这也不好干呢，有几个人。是所有的东西都循环的。我记得昨天我在商场里，完那几个服务员说：“哎呀，愁死了。”这没人呢，好一天卖了两件能挣多少钱呢？还有人工，还有房租，他那么大商场，哎，不是一个摊位啊，那个摊位他说他卖了两件，就小摊小贩，像这烤地瓜啥呀，就在这一摊上，你不要摊位还行，越小的摊我就越好干，现在越大的摊越不好干。就感觉小摊是光脚的，大摊是穿鞋的。啊？那个还有一个。是呢。这个鬼脚还有一个。这蜜雪冰城，一个地方好像得有个十家八家的，铺了一大片。
这玩意儿你知道为什么这么火吗？因为它便宜啊。这也是一个商场，我在鹤岗看到三个比优特超市了，是不是还有啊？三个大超市都比优特，这边全地嘛。哎，真滑呀，它也没摔了。看这路面溜冰的都。这边出租车起步价7块钱。核酸采集处，上这做个核酸来。这是医院的核酸采集处，张开二。那也做吧，我不知道哪块儿免费，做一个。我已经回到我车跟前了，给你们听听我这车的动静。滋嘎滋嘎，但骑不着了，还得热车。明天有大雪，后天也有大雪，完了，这几天要被大雪给覆盖了，这车得骑着，这咋整？啊，骑着了，热乎车。好难挤呀、啊！明天如果下很大很大的雪，咱就在那能堆雪人了。我搭个雪屋在这儿，完雪屋里呢搭个大火炉。你知道吴泡泡有多无聊吗？在外头逗耗子呢。我现在跟谁说话呢？哎，说了半天，看看听听听听他。耗子走了，不是你说你咋那么无聊呢？我寻思你跟谁说话？我寻思你遇着谁了呢？跟耗子说了半天话。他就在这吃，你给他啥了？你连吃带拿的？我没给他吃，他自己搁那嘎抠哧抠哧的，不知道叼啥跑了。还吃完还打包了，你这多讲究！我这么一照，你脸都直偏。人都偏了。又给你拿来。又拿，又切克闹，煎饼果子来一套。要又快拿来用。管子掉了，你知道要做啥吗？拿又切克闹，炒呗，炒肉呗。不是，我要给你做托克逊拌面，中国拌面看新疆，新疆拌面看托克逊嘛。我要做托克逊大拌面。你别做太逊了就行。要准备的食材不需要太大，还有芹菜、辣椒都洗洗。我给你大显身手。这么大也行吧，正好吧，应该把这分成小块。这肉也不好切呀，刀不快，你那赖肉不好切。箱子在哪儿呢？拿箱子干啥呀？你不要洗芹菜吧？芹菜和辣椒洗洗，不需要箱子。嗯，他是切菜的，我是大厨，他把料准备好了。一个辣椒啊？啊，够吗？够吧，一个辣椒。够吧，你得整够了吧。多放点芹菜吧。够发不行啊。然后再放点圆葱。期不期待我这个托克逊大拌面？挺期待的。哈哈哈。能不能拌好？芹菜4根够不够？5根？嗯，够。想吃几根就整几根呗。厨师在备菜。啊，我在专门切墩儿。他备菜能力强，我炒菜能力强，所以我要上饭店，那你只能给我打工了。嗯。还有我挣的多。我给你打啥工啊？你是切墩儿的。你切菜不得给我配菜吗？我切完了，你还炒不炒？跟我有啥关系？托克逊拌面的材料：芹菜、辣椒，一定要有这个皮芽子啊、哦。新疆叫皮芽子，咱们叫圆葱。然后肉，他们那边的肉一般都是放的牛肉、羊肉，咱今天放猪肉。开始做托克逊拌面。我现在是很热，但我要戴着我这个帽子。因为我好几天没洗头了，头型着实很难看。托克逊拌面的特点是啥呢？菜比面多，他们那边的就是跟个炒个菜似的，然后面是免费加的。我上次去新疆，我特意去托克逊尝尝面，特意去的，本来不用到那儿的。
都缺点啥呢？感觉不够拖，不够训的呢，火候不到。看看这回怎么样，够不够拖，够不够训？我一点都不邪乎，新疆拌面就一份的卤，就是这些。我记得我俩上次要了两份面嘛，然后上了两份卤，那份打包带走了。你说打包个卤子走，那因为他一盘卤子就是一盘菜呀，就俩人，我俩吃那一盘卤没吃了还剩了，然后那一盘根本都没动，分量老大了。你说我这一天天天往回买菜，完买完了有的不做吃不了，这就烂了，这柿子哈烂出水来了，完下边还有辣椒也是啊，都烂坏了，还有这茄子也都要烂了。这水已经烧开了，完吴泡泡还没进屋，他在那热车呢，还得看着点儿，别高温。等他进屋，我再煮吧。等等他，吃个橘子，等等他。可这是我最爱吃的水果，就是橘子。你看，不像人家爱吃这，你看我这下边好几种橘子，买了三样，这个是叫什么果冻橙，然后这个叫什么蜜橘。然后这个叫什么夜橘，一分钱一分货。这蜜橘和果冻橙特别好吃，这小夜橘2.49元，它酸。完这两样都是6.99元，可好吃了。还有我一天我坐这能吃厚一斤橘子。最新情况，吴泡泡给我搂电话了，说还有3分钟完事儿了，让我下面条吧。然后我就赶紧把面条下进去，他说外边下雪了。等一会儿咱出去看看啊，这个面太细了，正经的托克逊拌面要用粗点的，打卤面要粗面，但是卖没了。晚上现在啥情况？外边有点大了，雪大了、嗯、这是煮面条的汤，吴老板让我给耗子留点，他要往耗子弄罐，给人家拿走，直接把耗子给烫死，可童心未泯了，要给耗子送食去了。这个面条过凉水的，我在新疆吃那拌面，他们也都是过凉水的。面条过凉水筋斗，推门看看现在多大？很大吗？往上看，那新雪飘着的。嗯，挺大哈。嗯。鹅毛大雪。还谈不上鹅毛，这鸭毛大雪这是。加吧你就。我不知道加多些，你吃多些，剩下都是我的。要不你先加。我呀。嗯。不吃太多。卤的挺好，面条不咋地儿啊，都倒上。盖浇面，哎，老香了吧？我感觉应该很香。味儿不错呀，是那个呀。差点什么？差点葱啥的。嗯。差点蒜。那是洗完的吗？是。你给我拿来。这还有点，这还有点蘸酱菜。你菜没有酱吗？你把酱捞的。不需要。这不有酱吗？来不来一点？来一点吧，来点生菜。生菜。生菜就得生吃。嗯，哎，这么做确实挺好吃啊。你那帽子咋整到瓜顶上？嗯，你那帽子咋整到瓜顶上了？那不都热乎吗？还不摘了？啊，不好看啊，很磕碜呢。磕不磕碜？你要戴美颜，你能看出来。美颜只能美脸，俺扁扁头发，它能给你美起来吗？来点，还有半瓶酒，喝点。我不喝，你自己喝吧。喝点。你咋还整成酒鬼了呢？喝点。嗯，误会小时候我不喝那样。喝呀、啊。不喝。喝点。你自己喝吧。
没意思。太香了，必须带汤。啊，我记得你有一次在大巴扎上吃那个，吃那个拌面了，是不是？在哪儿？大巴扎？喀什啊，我没吃，十块钱一份，赶大集。你说那那个拐弯那块吗？嗯，吃没在那吃啊？吃了。我记得当时因为啥没吃呢？就是可多可多，那个可实惠了。店里的拌面都20一份嘛，完他那10块钱一份。新疆拌面很有名嘛，但是那老头就这样子，就是就一下面嘛，在水里的，就用手咔咔咔，徒手做啊，完了你给你放在盘子里，没食欲我就没吃。但是很便宜，那个拌面。看那边拌面，吉盛。记错了。什么？啥钱10块了，动了。吉盛。不是10块。大巴扎是。不16吗？吉盛10块。我记得我吃的馕包肉吗？馕包肉我吃的，你吃的拌面吗？那我咋记得是16呢？冻的能吃吗？能。都黑了，这样子。要不死，死不了。那我就吃一下啥呢？算了，我不吃。离心脏远呢，怕啥？那你吃吧，给你吧。我嚼嚼。我也不吃。我想让大家看看，我说我多么的不矫情。没咽进去，实在有点囊。我也吃不了，好像，那分多了。真的。吃不了，你可以给我。我吃完了，他现在吃的是我的，我还剩了一些没吃了。吃完了也收拾完了，据说现在外边下的是冒烟大雪，咱赶紧出去看看啊，看看冒烟大雪啥样，冒不冒烟儿？哎，哇，真的冒烟了，那大雪纷飞呀。嗯，行了，别嘚瑟了，进去吧。明天早上出来就看看这个大雪能下多厚。外边下着这么大的雪，我感觉我这小屋里老幸福老温暖了。看这俩管子嗷嗷热乎，只有下雪天或者下雨天，你就感觉有个这个暖和的小屋可幸福了呢。哇，这雪花子有点像假的，但它真的啊，这不是假的。哎，等会。